先掉片，先掉片，先把，好，把，你把，把，拢把，OK啊，拢把，OK。现在是要看，没有啊，你要先走保安街呢。对啊，保安街这甘州街。对啊。啊，去伟哥遐甲左转龟山街嘛。所以我就说叫他们停在龟山街上面啊。啊，可是我们这乡，对对对，我的意思是，对对对对对，你懂吗？对对对，其实咱贵楼上重要的就是头一台车，爱有挂路珠灯。 今年楼主上大，今年就无出西丁，无出朱地丁，哦，啊顶头就是写今年的楼主是啥人，哦，啊因为咱是拜下海新风，啊个文武里看我写番禺将军，所以这个楼主顶一定要挂出，那知影今年是贵了。啊咱委员会楼主是下海新风爷，哦，那咱新将会楼主嘛是下海新风爷，但是咱李荣辉甲特别，咱是拜拜关的祖师爷，嗯，所以是拜西金王爷，哦，啊因为咱今年的。 李荣辉的路主伫咧新竹市，所以今年无到顶，搁另外找一天，啊帮咱李荣辉的路主落去过路安尼。今年算路程较近的，因为前几年搁有新店的啦，山区的啦，啊无像那，啊今年算路程较近，上远的敢若到罗州尔。
今天就是过炉，我们的林安社的炉主副炉主头家过炉，就是社庆，然后跟神将会的那个我们有吃那个甲灰，然后那一天会把就是今年的隔年度的炉主，他今年就要把炉主的神明都要送到各个炉主家里，就是过炉，这个就叫过炉。楼柱就是应该是说以庙来讲的话，炉主就是以前在隔年的大拜拜他要统筹一切，那我们宣社的炉主的话就是说他可能在我们五月十三的时候他要负责，就是要除了社长之外他要召开会议统筹，就是说就是今年的五月十三城隍生日的时候他的那个我们社里面要干嘛，要出什么东西，他有什么活动，一整年就是仅次于社长的任务啦。那通常炉主那年都会蛮旺的，他有众炉主那年都蛮旺的，众炉主基本上都蛮旺的，开箱，所以他会帮他进一些，知道他会开箱，知道他今年他要开，他会。跟你们从城隍庙请回，对，城隍庙今天要请回去，今天要请回去，对，今天连笑脸的要请回去，今天他们要回去上班了，要回去上班了，对，要回去上班了，元旦就要回去上班，元旦要回去上班啊，对啊，昨天玩到多晚？我昨天还没12点就回家了，对啊，之前呢没有，之前都大概12点多回家，老了有点累，还没12点就想睡觉。你要问他，你昨天有出去跨年吗？在两三年后应该就要出去跨年了。对，跟着同学出去跨年。听说以前老一辈的更远，还要到罗东。当天哦。现在很多工比较少人出来。炉主比较少人刮了，对啊，因为现在大家都变迁，这个社会变迁就是不一样，然后就变他很多就是家里面没有在供神，然后什么，你那不安坐地，你是免他免他刮，啊刮起来放在庙，放在锻炼嘛无意思。因为是有这条，不要太屌的。你把罐给我摆，我摆楼下，弄太贵掉了。二姐背完不要下车，要嘛对不对？要本来是说不下车，现在下的你嘛，都下的嘛，好不好？有工会行啊，这条啊。好啊，等下后面我再讲。啊，等下谁再跟你讲要改什么，你就按照你的，要不然这样你会拍错丢啊。啊，拜来小舅叫停一下就好啊，拜过你皮啊，左边会变这样。
所以你来，你甲顶班就对啊。职务代理一个，职务代理。清楚啊，错啊，就无好。清楚啊，清楚，清楚。错无好，错无好。现在错无好。没啊，经验无够好，经验无够好。所以现在经验只有啦。经验只有啊。慢慢练功。感恩啊，你唔记啊。大家到收听啦。好，谢谢啊。明姐讲过她中几次？好像一两次哦。你看明姐这么，明姐八十几岁了，她来堂中两次，她二十几岁来神将会，哎，六十几年才中两次，还几次而已。你看，她以前神将会的人多啊。啊，对啊。我还给你点楼柱嘛。对，沙杯，沙杯。对，最高纪录有一次好像高杯。有一年，可是十一年前，十一年跟高飞，啊那年我七飞，啊你今年有挂无？有啊，两杯，几滴？你想要挂楼柱吗？等他长大，他爸爸也有挂，你爸也有挂，没有中。啊得楼柱有什么好的？得卤煮有什么好、啊、就是会帮家里更平安啊，那你让你考试100分，对啊，赚大钱啊，平安啊，平安最重要，对啊。你爸爸来做过卤煮？爸爸今天很累。他爸爸今天很累，今天很累，今天他整个 handle 整个那个整个场，哇哇，不是，你迄阵都买厝，对哇、啊。
啊，厝会着还袂补好，啊，搁着，安尼啊，十年前无安尼啦，对啊，对啊，对啊。今年因为无法度搁买厝，即摆厝太贵个啊，所以咱只有时间补这一点吧，来接个。啊！你会给你？我给你形象。我今仔我一个也袂好认的人。弄啊弄啊，继续你弄啊，马尾弄啊，后面弄啊，无要紧。边弄啊，无要紧。哦，林恩家呢？嘿啊！伊要讲啊，恁够有啥物活动爱甲我讲者，我要帮恁报。快一百对吧？快150年了。林恩家快150年。148，现在148。